Happy Morning Good。提前表演。好的，接下来的很重要的选择。啊？这个也是要发钱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道选择题，选项一就是接下来呢，我们阅读女仆会再为各位准表演另外一首歌。那曲目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在看场活动第一首的歌曲，有人还记得是什么吗？没来。有人吗？没来。没来。新进来的 Whenever They Feel Too。那选项二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开放跟主人们的合影合照的部分哦。那主人对，只能选一样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赶车回去高雄了。那么大家想要看表演呢，还是要合照呢？要选择好。那选呢要。再看一首表演的举手。我们就还是带来一首歌曲的表演，那么最后的时候就是开放团体照给大家拍摄，那单独合照的话就可能比较没有时间的，非常非常不好意思。那么今天如果稍早已经有合照到的族人呢，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，可以找我们可以到我们的阅读的高雄的本店找旗舰店来找我们玩哦，都可以拍照合影哦，谢谢。要去，要去二店合影。哎呀，要去二店合影。故意坐到那个高铁座椅板上，那到最后一个高铁就好了，过去查了。Oh,